告别吗？时间在过度不知不觉吧，是世界最尴尬，近距离静静没有对话。长告别吗？像我在每夜辗转反侧吗？心中反复想讲的感觉，要否短信给他？意志快进号也管不到，每天要倒数。凌晨一杯，也不够我们完全清醒。迷糊倒影，咖啡里尽是无穷的憧憬。高温蒸发了我们内心，这杯 long black 苦涩的记忆。然而答案错或对，结局要怎样烘焙？甜和苦之中可学会？